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02页啊，502页第五行啊，第五行这个科判信拔35愿啊，一生不住愿啊。我们看经文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必知一生不处。这一段文在24愿里面是第17这17章呢，第17章有2愿啊，一生不出愿，教化随意愿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又章中啊，第17章，所有众生。生我国者，究竟必知一生不处。这一句是第35，一生不处愿。一生不处，以一转身不复处，如今斗率内院之弥勒大士。一生即不佛位，这一愿是告诉我们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一生成佛，不处是后不佛啊，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。佛灭度之后，什么人来继承呢？斗率天地弥勒菩萨啊，所以弥勒菩萨现在的地位是后不佛啊。世尊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应化身啊，那个不算的啊，他的这个化身慧命啊长远啊，这都是不可思议。那么将来也会实现到我们这个世界，实现成佛，啊，斗率天，寿命比我们长，长得太多了，啊，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，我们人间假如也算24小时吧，斗率天也是24小时。我们这里活上100岁，只有斗率天的6个小时。啊，那他的寿命多长呢？他的寿命是他那个地方算的4000岁。4000×400，啊，4000岁，1岁是365天。啊，你慢慢去乘，一般算来是56亿7000万年，那个天人的寿命有这么长。可是跟极乐世界比，那就很短了。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无量寿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。斗率天的寿命呢，用我们这个时间来算，
六亿七千万年是很短的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呢，人间寿命百岁也，在极乐世界看是一弹指，很快就消失掉了啊。这些我们都必须有这么一个概念啊，有这个概念呢，对这个世界不会留念了。这个世界是过客，到这边来是观光旅游的，一转眼就走了，就离开了。啊，这经上说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啊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换一句话是，四徒三辈九品全部包括在其中。不但包括这个，还包括边地往生的。边地往生的人是因为有疑惑，但是他真念佛，他真干啊，疑惑什么，如果是真的，我很幸运，我就往生了吗？啊，没有就算了啊，就是这么个念头，哎，他也能往生，但是往生的时候不能入品啊，九品里头下下品他都进不去啊，所以他在那里要耽搁五百年，五百年是我们人间的五百年啊，人间五百年在西方极乐世界不到一天，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四百年啊，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是几个小时而已啊，他的疑惑呢就断了，疑惑断了他就入品位了啊，入品位究竟入哪个品位我们不能讲，为什么呢？每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，往生的时候是一时迷惑，这个法的确是难行之法，再去碰碰运气吧，好像赌博一样啊，是这么一个心态去往生的，你看也能得生啊，这个法门真真不可思议啊！既然生到极乐世界了，究竟啊，这是他最后必定只是真得一生不出啊，一生不出是等觉菩萨啊，一生呢不经过第二生啊，寿命长年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一生不出者，以一转身不佛出啊，到极乐世界我们是转身在那个地方，他用这个转字转得好啊，用得好啊啊，转字什么，没有生死，你是转到那里去的，从我们娑婆世界转移到极乐世界啊，就像移民一样啊，我们是移民过去的，没有生死啊，就好比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斗率内院的弥勒菩萨啊，凡是不处菩萨，他住哪里呢？都住斗率内院。为什么表法？啊，怎样才有资格补佛位啊？斗率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知足。斗率天就是知足天，只要你知足了，你就有资格成佛了。啊，可见的知足很重要啊。啊，佛知足啊，菩萨知足啊，人不知足啊。
不知足的就是做凡夫，搞六道轮回啊！知足的就做佛去了，啊，做菩萨去了。即《法华经》所说：“余有一生在，当得一切智，啊，是名一生不处。” 他还有余一生在，这一生当中啊，就是圆满证得无上菩提，啊，当得一切智，就是圆满证得无上菩提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叫做一生不处。 三藏法疏引用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说的一段话，啊，解释一生不处。一生者，为等觉菩萨，无名之惑未尽，尚有一番变异生死，啊。 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，无明之何为尽？无明尽了，断了，啊，真的断了。无明什么时候断的呢？生到十报土啊，那一天就断了。不断无明，不能生十报土。 啊，他还有一品无明在，他在哪里？他在方便有余土。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呢？他在哪里？他在四圣法界，佛法界。啊，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四圣法界里面的佛法界是法界，是法界里面的这个佛。 无明没断，所以天台大师六界佛称他叫相似即佛，啊，很像佛，不是真佛。为什么？无明没断。啊，无明一断呢，他就离开十法界了，他就升到十报土，啊，华严圆教，十报土里就初住菩萨。 啊，初住菩萨，发菩提心，叫发心住啊，真正发菩提心。啊，无明烦恼断了。断的时候，这边讲，这一边呢，这个经上讲的，啊，说得很好。无明之祸，祸是习气。 啊，无明的习气没有断干净。啊，这个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呢，就是破无明啊，无明烦恼破了。在十报图里面，要经历41次的变异生死。 41次的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，生死是比喻苦处，生死苦啊，他没有生死，但是什么？他每升一级的时候，就好像读书升级一样，哎，你得用一个学期的功夫啊，考试及格，你才能升级啊，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，一年级死了，二年级升了，那就这个意思，这叫变异。 啊，不是真的有生死，啊，就是你得用下一番功夫，啊，那么在这个十报图，你得用一段时间，这个时间都很长，啊，我们想想，这个时间呢是三个阿僧祇劫，
三个阿僧祇劫分为41段，41个阶段，每一段都很长。习气不好断呐。无明是非常微细的烦恼，微细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人天都不知道。声闻缘觉也不知道，全教菩萨都不知道。现在我们看了弥勒菩萨的报告，看了近代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我们有个很模糊的概念，这概念真的不清楚。一秒钟1600兆的生命，我们怎么能体会得到？波动的频率，一秒钟1600兆次，我们无法想象的。这样微细的这个念头，它能够渐渐断掉，断这个没有方法。还为什么？你不能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大风大浪了，不起心不动念是平风细浪。不像见思烦恼的习气，那个粗，你有方法把它断掉；尘沙烦恼的习气也还粗，也还有办法断掉；无始无明习气没办法，所以只有随他去吧。让时间久了，慢慢自然就没有了。要多少时候呢？三个阿僧祇劫。所以西方世界一般人称它无量寿啊，叫有量的无量。你在极乐世界住的时间，至少是三大阿僧祇劫，要住这么长叫无量寿。但是十报陀的菩萨，他们自行化他，跟妙觉如来非常接近。我们是决定没有能力辨别出来的。我们看到他跟真佛一点都不差。他是真佛，没有圆满，还带着有无明习气。就这么回事情。他张什么呢？张他正常寂光土。常寂光是无明习气不能带的。所以最后这一瓶无明习气断掉了。从等觉入妙觉位。十报庄严土就不见了。所以十报庄严土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常寂光是真的，永恒不变，这叫真的。但是呢，在所有一切变化图里面，这个十报庄严图的时间最长。十法界里面，这个变化图啊，时间都是很短促。都不长。所以是昙花一现的。不能跟十报图比。所以十报图在相上讲，它是真的。十法界是假的。但是十报图
跟常寂光比呢，那它是假的，常寂光是真的。啊，这一些概念我们要清楚，这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实相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十八庄严土，但是他没有证得，他知道有这个存在，啊，这就很了不起，啊，他得不到受用，啊，为什么得不到受用？他烦恼习气没放下，所以他们那个知道跟我们的知道差不多，我们这什么解悟，啊，我明了，知道有这么回事情，但是不得受用。如果是证得了，证得是你把烦恼习气断掉了。啊，十八土确实要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你就脱离十法界了，你就证得十八庄严土，那管用啊，在那里面起作用，跟诸佛如来没两样。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的有缘众生，跟我自己有缘的，他们起心动念，你通通清楚，那个信息才动，你就接受到了。这就是贤首过失还原观上所说的啊，一正三种周边啊，依报跟真报同样居住三种周边。念头才动啊，我们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1秒，就那么短的时间一动，整个宇宙法界全知道，就好像电波一发出去，立刻就周边啊，比光的速度太大多了，光一秒钟才走30万公里啊，差远了。这个念头才动，周边宇宙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的起心动念，佛菩萨全知道。你这个念头是善，是恶，是真，是假。哎，甚至于可以骗自己，骗不了佛菩萨。骗自己，我们有的时候有意念头，有无意的念头，自己还不知道了。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念头，佛都知道了，菩萨都知道了。人家厉害啊！啊，所以绝对没有瞒人的事情。啊，所以人只是自欺欺人，啊，瞒不了这些人。这些人很厉害啊，只要是化身菩萨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十住里面的初住就有这个能力，他就能够接受到这个信息啊，就能够印这些信息，就感应，那的信息是感，他就有能力印啊，这个印呢就是帮助啊，帮助。有时候我们看我们造业受苦，为什么佛菩萨不来救我们？佛菩萨知道为什么不救你，你造的这个业一定要你自己消掉，你要不消掉的话你成不了佛啊。你看这个一生不出，最后这一品身相无明啊，这最危险的是习气呀，无明习气没断了，他就不能够进入常寂光。是
逼得要消掉啊。那有些粗重的罪业，像见识烦恼的罪业、尘沙烦恼的罪业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消得快。为什么呢？有三善道，有三恶道，消得快啊。极乐世界三善道、三恶道没有啊，到那里去消得很慢啊。那不如在这里像动手术一样，赶快把你治好去。所以佛菩萨在这里看到你堕地狱受罪，那消得快。你到极乐世界消得很慢。世尊为不是不帮助，是真的在帮助啊。你在地狱受苦，他在地狱旁边看着你。在陪着你，很关心呢。所以像这些事情我们都得要知道。佛菩萨像慈母一样，我们像小孩犯罪了，犯过失了。在学校被老师处分了，家长在旁边看，也不说话。为什么？正确的。那小业障。就这么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对佛菩萨要充满信心，充满了爱心，充满了感恩的心。他的照顾比父母还周到。父母有见不到的，他全见到。我们身体状况他了解。这肉体，我们的细胞晓得，现在知道。细胞是分子组成的，分子是原子组成的，原子是粒子组成的，这些东西波动性它全晓得，就是对你整个身心健康完全知道。我们学佛高深东西没得到，这些概念有了，我们相信了，不怀疑了。这就是现前的受用，认真努力提升自己灵性的境界，这个重要。生这个是此地生活的这个状况，过得去就好了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现在生活状况比释迦牟尼佛好太多了。释迦牟尼佛真的三衣钵啊。每天去乞食，树下一宿啊！我们过的生活比他好很多很多倍耶！一定要知足啊！再不知足就有罪过了。一定要很满意，很知足。所以讲。变异生死，最后的一次变异生死。过此一生呢，即登妙觉果佛之位，这就究竟圆满，无上正等正觉。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妙觉这一位，正等正觉有41个位次。从原教初住到等觉，都叫做正等正觉。那么正觉只有2个位次，阿罗汉跟辟支佛叫正觉。化身菩萨，从初住到等觉。41个位次，妙觉之一位，无上正等正觉就是称妙觉果位，这称为一生不住。经云：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提，三藐三菩提是梵文，翻成中国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
可以犯，为什么不犯呢？尊重不犯，这是学佛终极的目标。啊，这个目标就称之为妙觉如来了，啊，比等觉高。底下挂壶里头有个简单的解释：等觉者，往后妙觉，又差一等。啊，所以它不是妙觉，它跟妙觉差一等。超前诸位，前面是十住啊，十住的前面是十回向，十回向的前面是十贤，十贤的前面是十住，所以往前面看呢，有四十个位次，它超过四十个位次啊，它现在在等觉啊。看最上面的妙觉位还有一个位置啊，所以称之为等觉。无明，什么叫无明？无明就是无所明了，我们对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叫无明啊。知道了就明白了，不知道就是无明啊。我们知道的事情太少了，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啊，佛是无明破了，没有无明了。所以有人问佛了，啊，佛，这头，你头上头发多少根知道吗？谁知道？佛知道。佛说出个数字。啊，有人又在后面去就拔掉几根，再问佛多少根，他一说完全相同，佛真知道，不是假知道，啊，可以测验的，啊，这棵大树，这大树有多少叶子？啊，佛说出个数字，啊，他们去折掉了几些叶子，再问佛，现在好多，说的数字完全相对。真知道不是假知道啊！啊，可以测验的。啊，测验人很聪明的，树叶不要一个一个去数啊。哎，你说这个数，我摘掉几棵问你。哎，你看你那说的对不对？啊，到明天再去问多少？啊，那个树一小树叶又长出来了，哎，它又多几棵。啊，佛真知道，不是假知道啊！啊，这个无所无明啊，障离之惑也。离是自信。对于自信的迷惑啊，就叫他做无明。无明断了，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变异，这讲变异生死，即十报图生死也。因以果异，故曰变异生死。初住菩萨提升到二住了，初住死了，二住生了。十住菩萨提升到十行位了，十住死了，十行生了。啊，就跟我们学校念书一样，啊，一年级升到二年级，一年级死了，二年级生了。小学生到中学，小学死了，中学生了，这叫变异。啊，所以它不是分段，
分段的呢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啊，分段生死，一般讲的，啊，我们讲是人的一生，他从出生，哎，他生了，死亡的时候死了，过了这几十年，这个叫一段。在六道里头，他又去投胎，啊，一段一段的叫分段生死。啊，实际上讲呢，要跟你讲真话呢，两种生死都是假的，没有生死。如果你真正体会到弥勒菩萨所说的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行皆有实，你把弥勒菩萨这几句话真搞懂了，搞明白了，你就晓得，所谓变异生死、分段生死都是假设的，都是众生无明啊，里面产生的幻象啊，全是假的，哪有真的？啊，佛一句话全说尽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这个凡所有相包括什么？包括十宝庄严土。啊，统统是虚妄啊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真实的就是常寂光，那常寂光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现代科学提出一个概念，叫零极限，很像常寂光。啊，零，数学的零，零是什么都没有，有点像常寂光。啊，但是还没有办法跟常寂光比，因为常寂光是活的，它虽然什么都没有，它什么都能变。那零呢？零在数学里面讲啊，零什么都没有，零也能变，啊，零能变一二三四，啊，能变百千万亿，它也能变，啊，但是常寂光能变能生万法，能变宇宙，能变万象，能变生命，啊。那我也是那里变出来的，啊，我你我他同时从这里变出来的，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啊，佛的教学没有别的，佛教学终极的目标，帮助我们回归本体，回归本体就是成了妙觉如来了。啊，这个等觉菩萨呢，到了这个自信的门口了，就差一步就可以进去了。嗯，妙觉，自觉觉他，觉心圆满，不可思议，成为妙觉。啊，自觉。圆满，觉他随缘，啊，有缘众生都得度了，啊，没有缘的众生也都结上缘。所以众生无尽呐，妙觉如来应化在十宝土，应化在方便土、同居土，也是度生无尽啊，显示出无量智慧、无量慈悲也。
啊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，又如会疏曰：“夜深不出者，是等觉位，上有夜深无明。”卦符里头注的“居足应允”，因为他这个夜深无明是简略的，应该说夜分生相无明。未破，故曰夜深。啊，这一品呢，声香无名习气，我们现在完全了解，十八陀从哪里来的？是无名习气来的。啊，什么叫声香无名？相是现象。今天科学家讲，宇宙之间总的归纳起来呀，不外乎三种现象。第一种是物质现象，第二种是精神现象，啊，它们称为信息，第三种自然现象，啊，不外乎三种现象。但是自性里头啊，这三种现象都没有。啊，在净土里面讲常寂光，常寂光没有现象，啊，物质、精神、自然现象全没有，啊，所以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他能够探测到的，只能探测到十法界，十法界。是心性识别，因为他用的是第六意识思维，第七识的执着，他用这两样东西来探测宇宙，啊，来探测诸法实相，啊，所以对内他能够找到阿赖耶。对外呢，他能找到这个太空，啊，那么这两样东西似乎啊，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。那就是说，我们用实心已经达到了饱和点了，无法再突破。啊，量子科学确实是非常令人惊讶。啊，这都是宇宙的奥秘，等于全部揭穿了。最后一个就是常寂光，常寂光它没办法了，嗯，它没有现象。用六识。我们讲六识，包括第七识，甚至于包括第八识，啊，第八识的见分，用这些东西来探测，只能探测到第八识范围以内的，啊，第八识范围之外，它就没办法。那怎么样？为真方知，要放下，放下心意识。不用它了，啊，放下意识，就是放下分别，放下摩那就是放下执着，放下阿赖耶就是放下起心动念。我们六根在外面境对着六尘境界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那就是化身菩萨。他全放下了，全放下了，障碍没有了，叫无明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他就破无明，
啊，无明破了，他就生十宝庄严土了。无明习气没断，习气没有方法断，只有等待时间长，它自然的没有了。啊，古人用比喻说，像酒瓶，啊，酒瓶盛的是酒，味道很浓，酒倒干净了，里面擦干净了，确实一滴酒也没有了，闻闻还有味道，那叫习气，用来比作习气。啊，他真的不起心不动念，但是他无量劫来那个不起心不动念的习气不能断。所以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，无始无明习气全没有了，这就真妙觉位了。啊，所以等觉菩萨呢，叫做身相无明，就是现象。啊，他现的这个十宝庄严土的一宝庄严，啊，就是那个无始无身相无明变现出来的。身相无明断掉之后，相就没有了。啊，这里解释的很好。身相无明呢，又作无始无明。无始两个意思好啊，无始没有开始啊。我们原先以为啊，初学佛的时候，以为无始这两个意思，大概是形容，它时间太久了，找不到边的，找不到起源了啊，称它做无始。其实我们把意思全讲错了，就那么简单，字面上的意思，没有开始。啊，怎么说没有开始呢？我们想想弥勒菩萨所说的。那个一念，那一念有没有开始？啊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啊，或者我们讲一秒钟，啊，1600兆分之1秒，你能不能说它开始？你还没想到开始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无明没有开始。那无明有没有消灭呢？无明也没有灭，无始哪有灭呢？不生不灭。可是他有这个东西。啊，是独立这一个现象，它根本不存在。有没有有？有而不存在，这时间太短了。啊，他那个现象的占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，他就占这么时间。啊，这个我们无法想象。我们如果用电影这个底片，啊，以前的电影，现在电影用数码了。不用这个了，啊，这是从前用胶卷，就是幻灯片，啊，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打到这个荧光幕上，一张就是一个照片，啊，镜头关了，再换第二张，这第二张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都是独立的。张张不一样，叫大同小异，绝对没有完全相同的。啊，一秒钟放24张，你看一秒钟，哎，有个印象。时间虽然短呢，看了一些印象。如果24分之1秒的话，你就看不到了。啊，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一桩事情，但是什么内容你完全不知道。它太快了，啊！你眼睛是看到了，看到你还没有办法分别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
24分之1秒啊！啊，所以它必须啊要连续，啊，就是24章，通通融在一起。哎，你看出他的意思了。现代科学的名词叫纠缠，纠缠在一起，你才能看到，不是纠缠在一起，你看不到。啊，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，比科学家讲的清楚啊，科学家讲只是说极快的速度。啊，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。1600兆分之1秒，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那个一个生命，我们可能就是睁着大眼睛看，你也没看到，它就没有了，你根本就看不到它。啊，32亿倍千年，这一弹指，也许看到讲一线闪光，里面的内容不知道，里面内容是什么啊？慧能大师说的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那内容是万法。内容是整个宇宙啊，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呢，我们看不到啊。啊，那必须1600兆次的纠缠在一起，我们在1秒钟当中看到现象。啊，那10秒钟呢？就是16000兆次的生命纠缠在一起。啊，我们看10秒钟。啊，10秒钟，我们所看到的是16000兆的生命呢纠缠在一起，让我们看10秒钟。这说明一桩什么事情？我们必须要知道的，人不能离开群体，不能离开万法，离开万法就毫无意义。啊，它的本质，它的实相是如此。啊，真相就是这样的，人要和睦相处。啊，你单独搞自己的是决定错误。啊，你念念想别人是绝对正确的，这是告诉我们这桩事情。啊，不能只顾自己，没有别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整个宇宙从哪的？就是从自己念所生出来的。啊，我们每个人念头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根源是一个，都是一个自信。啊，楞严经上举的比喻举得好，把我们的自信比喻大海，把我们的阿赖耶识也是大海，整个弥勒。啊，把我们的第七识、第六识的时候，比喻做一个水泡，大海就是水泡。啊，这是有支柱。你我他个个不一样，水泡都不一样，但是破了之后都一样。啊，打破这个执着完全一样，打破执着就回归自信，妙觉如来。这个比喻好啊，让我们知道本来是一体呀。啊，不关心
不爱护是绝对错误啊。原来爱人爱物爱一切万法是真正爱自信，自信是真的自己啊，这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自己啊。身是阿赖耶相分，阿赖耶相分是整个法界，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，那么物质现象你只执着这一点点当作自己啊，你的起心动念也是整个宇宙啊，从整个宇宙里面的这个心识里头取一分，认为是自己的心，物质取一点点是以为自己的身，错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佛讲的比科学家讲的清楚啊，科学家没有佛讲的这么清楚，讲的这么究竟啊，但是现在他们的报告是越来越接近啊，但是他们是知识，他不是智慧，智慧从定当中生的。这些菩萨他们怎么知道这些秘密？他们从禅定当中见到的。甚深的禅定，所谓突破了空间维次，他全看到。那是他清正的境界，他得受用。啊，科学家用数学推理发现可能有这种事情，然后再用机械，再用仪器去观察，再证明，知道了。所以科学发现的是知识，禅定是智慧。啊，禅定那个功夫所见到的，它的实用啊，科学技术发现的时候，它不能得实用啊。但是科学家如果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他就真的。所以佛法常说放下便是啊，不能不放下了，不放下就错了，放下就对了。放下吃不吃亏呢？放下占大便宜，没人晓得。哎，你放下你的财富，你的财富是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，为什么？你自信里头。啊，人不知道，他不敢放下，他不知道放下的时候，跟自信相应。啊，自信里头有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相好，一切都是无量的。啊，寿命都是无量的，光明是无量的。为什么不肯放下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做出榜样给我们看的。啊，他完全放下了，真的得大自在。
所以自觉彻底放下了就是自觉，自觉而后才能教他教他说实在的话，是为他做增上缘，他自己必须要具备另外三种缘，清净缘他本来就有自信里的圆满具足，就他自己要承认我有，那要承认才行第二个是所缘缘所缘缘，那就是你的方向，你的目标要正确，不能有丝毫偏差我今天决定走成佛之道为什么呢？是我自信里的本来居住的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，跟我关系非常密切。什么关系？我心所现，我心所变。唯心净土，自心弥陀，不是别人呐。然后你想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，全是自心变的。再说，所有心，所有一切众生，都是我自心变的，没有一个是例外呀。他多亲切呀！我自己心自信变现的阿弥陀佛，我自己自信变的极乐世界，我怎么不能去啊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我现在一心想去，真去了。这就是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。我真想去，那就真去了。这些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就信心十足啊。我们知道十方法界诸佛如来跟我什么关系，菩萨跟我什么关系，声闻缘觉跟我什么关系，一切人跟我是什么关系，畜生恶鬼地狱乃至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跟我的关系是一体呀。大慈悲心就生出来了大慈悲是爱心爱心遍法界这个爱心是真，是真心，永恒不变世间人讲的世间心是假的，讲什么都别相信它变得太快了。只有佛菩萨可靠得住，为什么？他用真心，他永远不变我对他好不变，我恨他，我害死他，他也还是不变，永远不变那真心他了解的清楚，我们自己迷惑颠倒我们真的能害死他呢？没有，全是梦幻泡影为什么呢？自心清净心里头，这些现象叫幻象所以我们的心呢，真能够把这些东西放下。放下之后，清净平等就现前了。这个就是。觉心圆满不可思议这个生相无明，你看也叫圆平无明，又叫根本无明相对于智末无明智末无明是我们现在
六道里头的凡夫啊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糊涂啊！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，这属于执业啊，根本是一念不觉啊，从自性里头变现出一个阿赖耶，那叫根本。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本，不觉迷惘之心，于真如海中啊，启动最初之一念，就是这个根本烦恼啊。圣满经云：“阿罗汉辟支佛，智所不能及。”阿罗汉的智慧，辟支佛的智慧，他们不能断啊，他们见不到，为如来菩提智之所能断呐。啊，阿罗汉直断见思，尘沙无明为断，所以智慧能力啊做不到啊，唯有如来见思尘沙无明都断了，连无明习气也断了，他才能够断这个根本无明啊。根本无明在哪里？你要找不到他，你怎么断他？根本无明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一秒，就是那个波动，那个波动叫根本无明，叫一念不觉。啊，佛很慈悲，告诉我们，这叫无始无明。他没开始。要怎么断它？不起心不动念，它就没有了；起心动念，它就有。无论起什么心，动什么念头，你自己感觉到你起心动念，还有你自己不知道的起心动念，1600兆分之一秒，那是你完全不知道的起心动念。不但我们不知道，阿罗汉跟辟支佛都不知道。我没起心动念了，你说起心动念没有？他没起心动念，他起心动念了，他真没起心动念，他怎么会动念都生起来？这就是难处在这里啊，很不好断的。哎，有一个断他的心，已经起心动念了，那不是小波浪，大风大浪了。啊，有这个地方，我们想想，真难，真不容易。啊，那不能不佩服菩萨的功夫，菩萨的本事。啊，他真的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那是粗的定功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就微细的定功啊，才能够了解整个宇宙的人生的真相啊。这个经文注解里头，故曰一生慈品无名，其力最大。这讲它的功能最大。为什么说的最大呢？慧能大师说的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就是他能生万法，
它能显现出宇宙，显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它有这么大的力量。为此后行，这个最后行，修行到最后，心定，定到最后，以金刚智破之。这个金刚智是妙觉如来所证得的，就是说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。那金刚智你也明白了，金刚智说是自性里头究竟圆满的智慧全现前了，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那么无始无明的习气就干净了，没有了。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要明白的。言智之坚立如金刚也，就是佛智。我们所体会到的与大辞典上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。说明这不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智慧比这个还高，真正是究竟圆满。但是这个智慧是一切众生个个都有的，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，就是此地讲的金刚智。一切众生通通具足啊，现在透不出来，就是三种烦恼障碍住了：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。华严经上所说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妄想就是无明烦恼。讲妄想很有道理。妄想没有作业，自然的一天到晚妄想。前年灭后年生，这是妄想啊。那我不想要妄想，那偏偏妄想一大堆。哪里来的不知道啊。什么时候有的也不知道啊。小孩也会打妄想啊，到老死妄想都没断的，妄想断了不就成佛了吗？他就不断的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分别执着，分别执着非常粗的妄想，就是三大类的烦恼。障碍了我们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，通通不见了。佛告诉我们一个回归的妙诀，就是放下。放下帮助你看破。看破什么意思呢？了解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多了解一分，你会多放下一分。实际上当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我很非常感激这个老人。为什么呢？我跟他三年，跟我讲的句句是实话，没有一句是假的，没有一句是欺骗我。修行秘诀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四个字：看破放下。那我们是先看破还是先放下呢？
个人习气不一样，烦恼障重的人先放下，再看破；烦恼障轻、所智障重的人，先看破后放下。这两种障碍呀，看哪一种障碍严重啊？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，19岁离开家庭是放下烦恼障，30岁不再学东西了，不再学习了，菩提树下就入定了，表演给我们看，放下所知障，两种障碍统统放下了。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是什么境界呢？这就是化身菩萨境界。啊，初住以上。啊，慧能大师在中国表演的，也是表演这一招。啊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就明白了。啊，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慧能有这个本事吗？我们在坛经里面去观察，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在黄梅8个月，没有进过讲堂，没有进过禅堂，只是在厨房对方里头舂米、破柴，干了8个月。啊，从什么地方能看得出他看破呢？从神秀大师那首偈子。啊，他一看这个偈子，没见性，把这个偈子改一下。啊，神秀那首偈子，身是菩提树。幸福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他把它改了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那这根是看破了，这境界比他高啊！啊，那个正在修行啊，天天去打扫干净啊，啊，神秀那个高啊，啊这个。慧能高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？啊，所以明了事实真相啊，他能够在黄梅8个月受那种委屈啊，过那个日子。那种委屈，就是无足人和尚磨练他了。啊，虽然开悟了，衣钵穿戈他了，他还不能弘法利生。为什么呢？有障碍。这个障碍就是嫉妒障碍啊，人家不服啊。啊，猎人队里去避难，15年，大概那些不服的人都已经往生了，都不在了。他出来了，啊，这个15年风声都不露啊，没人知道他。啊，猎人队里头大家知道他。他是个伙夫，烧饭的，伺候大家的。
啊，在厨房里干活的，啊，知道他这个祸福，啊，不知道那是个化身菩萨了，不知道啊。啊，过了15年了，机缘成熟，他才出来。啊，遇到印宗法师，印宗法师，我觉得也是菩萨再来，不是平常人。不但不嫉妒，这一发现的时候，给他剃度。啊，所以印宗是慧能大师的剃度师啊。剃度之后，他拜慧能大师做老师，他自称为弟子。所以印宗是慧能的法子，传法的弟子是法子，但是慧能是印宗的剃度的徒弟，慧能大师一生度了43个人，43个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印宗是一个，无尽藏比丘尼也是一个，所以这个就是如来的智慧，金刚智，这个无明。身相无明很大，我们在还原观上看到贤首过思讲的，从一体起而用，他的力量能起而用，这就是一念不绝，所以只有后心，就最后心，等觉菩萨最后心。以金刚智破之，等觉菩萨呢就补妙觉之位，成为补处菩萨。说明补处跟妙觉是同一个阶层，但是等觉不是补处，差一等。等觉要是补处的话，跟妙觉是平等。就是等到他的位置，没有在位的妙觉如来，他这个戒位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，这是贤教所说的。下面说呢，若以密教，密教里的讲一生，一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舍之力，一真之力舍是舍相啊，真是真如啊，都是用一来表达。于密宗初地菩萨之位，先得净菩提心。这里有一点参考资料，说真言行者，真言宗就是密宗。密宗修行人初入初地，见法明道，得无盖障三昧，名曰净菩提心。此清净之菩提心，乃一切众生成佛之真因。那么我们就知道密宗讲的清净菩提心，
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平等就是真心，真心才是一切众生成佛的真心，一切众生都有真心。啊，这是平等的。啊，清净没有染污，平等没有高下。这是初心，就开始我们要认真学习的。啊，修行修什么？就修这个。除咒你还修什么？啊，什么东西是染污？自私自利是染污，名闻利养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啊，外面七情五欲是染污，杀盗淫妄是染污，有染污。清净心舍掉了，你说又让我说妄心、真心没有了，这些东西不放下，你怎么能恢复清净？清净是本性，我们中国老祖宗讲本性本善，啊，清净是本善，平等是本善，觉是本善。啊，不是清净心不能成佛。我们要明白了。啊，平等心是没有高下。我总比别人高一点，人总比我差一点，这个为不平等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清净是声闻缘觉身心。平等是菩萨心，啊，觉而不迷，后面是我加了一个字正觉，啊，用菩提心上都是两个字嘛，真诚清净平等慈悲，所以我就加一个正觉。啊，我讲菩提心讲这十个字。啊，有一丝好，我还比别人强一点，平等没有了。修行的功夫是在这修啊，这是真修啊。啊，给你讲那个三个根。啊，佛法讲的这些戒律威仪，那是细节。从那上面修，是修成假象。啊，外表很像，里面不清净、不平等，还是迷惑颠倒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。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啊，意思就告诉我，外表固然重要，里头是最重要的。里面没有光，有外头没用处，假的。啊，那李老师常讲，该什么生死还怎么生死，也就是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。啊，不管用啊，要搞真的。啊，真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。
这叫清净菩提心呐。啊，迷不是秘密，不是神秘。要是秘密神秘，那干坏事记不得人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秘，深秘，道理太深了，一般人没法子体会。秘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他表现在四相上，他没有障碍呀。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密没有中间的。啊，上面是佛，下面是无间地狱。你要是修不成功，啊，不能成佛，你就堕地狱。啊，当中没有界体，没有界体，所以他的戒比显宗的戒还要严格。但人家那个戒着重在心地戒法了，不在形式啊。形式上你看到好像他并没有吃戒，他又吃肉啊，他又喝酒。啊，好像有些跟素人差不多啊，但是人家心地清净，他吃众生肉，他能度众生往生极乐世界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？你有这个本事可以啊，啊，多吃一个的，多送一个往生啊，没有这个本事啊，啊，他真有他的德行啊，真有他修行的功夫啊。我们怎么能干呢？我们干了就三途，就地狱去了。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修行不修密不能成佛。什么时候学密呢？初地以上。啊，这是别教。要是原教呢，叫初住以上。啊，初住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才有资格学密呀。没有见性呢，没有资格。啊，于是我才真正明了。啊，密。是佛门里头的研究所博士班，那我们连小学中学都没有毕业就去读博士，哪有这个道理呢？那不是造孽吗？啊，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他跟我做扎根教育，啊，完全教我的是从头学起，从显教里头最基本地方学起。啊，十善、三规、五戒。啊，教我发大心。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！我知道释迦牟尼佛啊，放下了烦恼障，放下了所知障，一生教学啊，看准了佛教是教育，佛教不是宗教。如果照中国宗教两个字的意思，佛教是宗教。啊，
我不知道外国这个宗教含的是什么意思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查一查。中国宗教的意思好啊，啊，中国这个宗的意思主要有三个。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意思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尊崇的，啊，尊重崇尚，啊，教是教育，教学教化，宗教两个字合起来，啊，那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，佛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当之无愧也。啊，中国儒释道都可以说是宗教。啊，凡是接受重要的教育啊，就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，这社会安定呐，世界和谐。啊，人民确实安乐啊，那真叫太平盛世啊！这就是宗教教育能治国啊！我们把这个意思讲给其他宗教的去听，哎，他们都能接受，都非常欢喜，没有一个反对的。啊，中国文字的含义之妙啊！啊，所以西方几千年社会能维持安定，靠宗教。啊，中国这几千年来长治久安也是靠宗教。啊，中国讲宗教的时候就是儒释道这三家。啊，这三家的教育确实是中国千万年来祖宗教化后代主要的教学啊，教学的目标可以说都是教导我们如何得进菩提心。儒释道都讲求啊，啊，清净的菩提心啊，儒家的教育终极的目标是成圣成贤啊，圣与贤与这个世间富贵贫贱没关系，啊，那是身外之事，啊，人要做圣人，要做贤人，啊，把自己的灵性不断向上提升。啊，道家的教学宗教目标是叫你成神成仙啊，这个还有带一点现在宗教的味道啊，儒没有，佛也没有啊。佛家教学终极的目标是叫你成佛成菩萨啊，实际上佛那个佛的本意是觉悟，就是明白的人啊，明白事理呀，
明白因果啊！啊，这是圣，这个是圣人、贤人呐、啊，印度成佛成菩萨。啊，翻成中文意思就晓得了。啊，佛是什么？觉者，觉悟的人。啊，菩萨呢？觉有情，觉悟了，他还有一点情执没断。啊，称之为菩萨。啊，非常可惜的，现在人迷于科学，疏于圣贤教育，疏忽了，不去看它，不去研究它。啊，就把迷信的帽子扣上了。这些古圣先贤冤枉啊，真冤枉啊！所以我们认识，我们要尊重，我们要认真学习啊！这种教育利益无边。啊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能够接受圣贤教育，真的，方东美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这种享受也不分贫富贵贱，只要你有缘，你都可以得到。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贫富贵贱是平等的，最高享受是平等的。那么自此一时，出生呢无量之三昧总持门。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，见次增长，至于第十地。啊，下面念老的注解：以上之初地至十地，乃密教所讲的十地，不同于显教的十地。念老是密宗的金刚上师，啊，是一位大德了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确实他是圆满大法。经文虽然不长，佛教所有宗派的密要啊都在这部经里的啊，那他的经，他的解释啊，也包括一切法门啊，有小乘，有大乘，有显教，有密教，有宗门，有教下啊，通通都有啊，甚至还讲到科学。啊，现在东西也包括在其中。集注集得好啊！啊，读他这个注解就读了193种典籍。啊，而且是193种典籍里头的精要。如大疏六，这个大疏都是讲华严经啊，清凉大师的华严经疏钞第六卷里面有这一段文：今此经中啊，这个此经是华严经，
言一生者，未从疑而生也。啊，初得尽菩提心时，从一舍之地，发生无量无边三昧总持门。啊，总持梵语叫陀罗尼。如是一一地中啊，次第增长啊，一当一知啊，当知一耳，七知第十地满足，未知第十一地。二十从一舍境界，具足化身一切庄严，唯少如来一位，未得正知，更由一转发性生，即不佛处，故名一生不处。这是《华严经大疏》里头说的。啊，经词经宗，这一部经的宗旨。啊，确实是说一生，《华严经》一生圆满成佛。幕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做出了示范。啊，所以这叫一乘大经。啊，那么从一二三，初得尽菩提心时，啊，这个尽菩提心，初如初地，华严圆教。初住等于别教的初地，就是禅宗一般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地位啊，得清净菩提心。所以初住菩萨叫发心住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初发心功德品，发心的功德无量无边。这发心是什么？就是我开始用真心的，在这之前我用的心是阿赖耶，从这之后转阿赖耶成四智菩提，所以叫尽菩提心呐。啊，密宗我们前面学过无智菩提，他讲阿摩罗什。啊，显宗呢，把阿摩罗什跟阿赖耶合在一起。阿赖有染净两分，啊，净的密叫阿摩罗，就分出来了；染的叫阿赖耶，啊，在显宗的时候，它合在一起，叫阿赖耶有染净两分。啊，一再的显示这些信息。都是告诉我们的真心的可贵呀。为什么不用真心？就是怕吃亏，怕上当。错了，吃亏上当小事啊，鸡毛蒜皮啊。
啊，实际上吃什么亏，上什么当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想想看，你上什么当？你吃什么亏？你不敢用真心呢，那个叫真的吃亏了，真上当了啊！啊，这还是什么？了解的不够透彻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我对一切人用纯真之心啊，他欺骗我，我不欺骗他啊。实际上是他真骗了我，我哪有东西可骗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哪一样东西是我？连身体都不是的啊！你喜欢就拿去吧啊！你愿意告诉我，那你就明告诉我，我欢喜拿去。不愿意告诉我，偷偷摸了也行，可以。你说我多快乐，多欢喜啊！啊，又何况因果律里面告诉我们，如果是自己的东西，别人偷不去，那你偷去了，这边又来了，那不会失掉的呀。啊，东西被人偷去的时候。他还有福分的，他要没有福分的话，他不能享受。你看，干这个事情又何苦呢？啊，偷是你命里有的，命里没有的话，偷去之后你享受它，不是生病用了，就是遇到灾难用掉了。啊，出了车祸了，把钱花光了。啊，你不没有不不不。这样欺骗来的时候，你不出这个乱子啊，再不然带一场大病啊，把这钱花掉都干着。所以人要相信命运呢、啊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，不怕哎，钱摆在那里都没有关系，谁用谁拿去用啊，你就晓得摆在那里一两个月还没人动，这地方人都不错，都心都很好，都不贪财，确实是这样子啊！不要躲躲藏藏，哎，不要天天防这个防那个，那都叫错用了心啊！啊，你拿这个心去念阿弥陀佛多好啊！啊，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个世界通通放下，全给你们，谁想要谁就拿去。啊，得大自在。啊，所以从一舍之地。啊，这个一时，佛学大辞典也有解释。啊。一时，第一个是平等的意思。平等指实相，叫一时。一时在讲一体，实是真实啊，真实就是一体，一体就是真实。啊，真正真知道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，我还有什么机会呢？啊，我有福报，大家享受，真肯这样干呢？福报就越来越大了，为什么呢？越施越多，永远享受不尽呐！凡是错用了心的人，都是没有把事实真相搞明白，错用了心。
走了许多弯路，吃了很多冤枉亏，吃了苦，造了不少罪业，来生果报更可怕。这真正不值得了，就真错了吧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